续要带大家来关注的就是呢，屏东和平教会啊，现在呢是打造了号称全台规模最大的一个姜饼屋城市，70栋姜饼屋组成了一个梦幻般的小国度啊，散发出呢浓浓的这个耶诞气氛。5号晚上呢，也邀请了大家一起来为2020的耶诞节来揭开序幕。色灯光投射在建筑物上，绿的、白的、红的、蓝的，闪亮灯饰垂降而下，梦幻浪漫的耶诞气氛让民众好陶醉。每一天晚上的6点到晚上的10点，互相辉映的还有70栋姜饼屋，每一栋都是由民众一起发挥创意精心装饰。来到这儿就忍不住拿起相机打卡拍照。乐声让彼此距离拉得更近。疫情期间，大家戴着口罩替耶诞祭揭开序幕。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因为是第一次参加。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，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有一些的遥远。我们相信爱是没有限制的，可以跨越种种的藩篱，把每一个人连结在一起。屏东的和平教会打造号称全台最盛大的姜饼屋城市，点灯仪式吸引许多民众参加，璀璨缤纷的绝美灯饰美丽迷人，从现在一直到16号晚上都看得到，欢迎到屏东目睹姜饼城市的风采。华视新闻许文南，屏东报道。